乐宝今天依然是蓝色的 OOTD， 这是 Cinnamon Baby OOTD。你还想去游泳啊？你还想去游泳？你不是刚才游完泳吗？好了，我们出来玩了。误打误撞，阿潘说这家环境好，就吃这家。对，然后正好是米妈爱吃的泰国料理。嘿，嘿你，是你吗？没有啊，他做的挺好，他可能喜欢那种椅子之类的。你喜欢坐那个椅子上面啊？趁没有吃饭，我带乐宝过来走走，不然怕他无聊。去哪里呀？去哪里玩啊？你还回头看一下我，小坏蛋。就是还会自己上，估计跟家里上沙发差不多吧。哎，好糗我了吧？嗯，去哪里呀、啊？好了，有东西吃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哇，有东西吃就回来了。你回来了是不是？你穿到什么 ？Thank you。哇哇，还会自己爬上去了，饿了看来是。六五啊，坐回自己的椅子 ，IKEA 好评。加大声说的，那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才分心了，一定是你太美了。啊 ，kiss！ 呦呦呦呦！哎呀，没有筷子，他们竟然不用筷子，都没有，没有呢。丹丹，这个碗好像有 spice。好了，终于不用吃干干的食物了，我试试口的。来，啊。好吃吗了吧？好吃，明果仁他应该喜欢吃，甜的。好吃，来自乐总的肯定。好吃不？享用完他的面跟粉之后，还有牛肉粽，他点头，他就开始吃他的龙虾饼啦。再看你的饮料，这里真的是欧西汤。对啊，就是欧西的味道。然后这餐厅很多人一眼看过去就是欧西。那给阿潘买了个蛋挞，我是那包也好爱。嗯，呀，受了轻伤。他爸说这个跟澳洲的味道很像，然后我在这个商场里面见到很多那个跟墨尔本梦幻联动的店，所以还见到泡沫了。嗯，墨尔本是六一嘛，加六一，这里是加六二。阿乐表示很满意，大口，嗯，好吃不？阿乐现在能听懂我们讲话了。然后他坐车好乖哦，一直在阿潘身上乖乖的坐着，现在长大了。哦，今天俊杰哥哥来的时候跟他打招呼，他也害羞，躲在我身边。真的？他现在经常都害羞。长大了，越来越像一个大小孩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他为什么跟姐姐打招呼不害羞啊？
为什么？他好像只对男孩子害羞哦。真的？嗯。你要吃一口？你吃吧。我们在等第一次，然后乐宝一直在看狗狗。好喜欢，好喜欢！等下见到狗狗，你看，心花怒放。然后还有一只狗狗在那边，巴厘岛好多狗狗。你想去看狗狗对不对？你远远的看。引起狗狗的注意，它跟狗狗一样趴在地上。然后我们现在回去了，乐宝又是乖乖的这样子。拜拜拜拜，你晚安了，拜拜。还跟那些狗狗说拜拜啊、哦！狗狗刚才发出狼嚎的声音，应该是不欢同伴来吃饭。对，太搞笑了。司机大哥在教我们怎么 locate， 然后吓死我了。他们都在看。Like this, yeah. Yeah. 好搞笑。This one, you don't have allocation. Oh. Anywhere. Hello， 关门啦，关进。Hello， 这么一次啦。嗨，老板说 Welcome to my home。Welcome to my home， 怎么啦？在巴厘岛买房啦？来，你看看嘛，看看嘛，就实地考察一下，没什么啦。再看看，怎么样？看看，随便看看，这是我的书房。哪个书房是你的？大厅。这个是我的 private kitchen， 然后那里是我的那个 Jing 的 workshop。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对。哎、欸，给快点给姐姐倒杯水啊！杯子喝过的。乐宝，你知道乐宝在干嘛吗？乐宝在偷杯面。哎，你怎么在吃我的杯面呢？好搞笑的，刚刚他在 taxi 上面，我跟他提了一嘴要不要吃零食，我没给他，然后他自己给我翻袋子。你在干嘛？我也要喝。Okay. After this, 那个不应该这样子的。It should be like this. I see my living room. 那宝宝没空理你。哎。哇！看一下外面。哇！你可以出去拍。好。再见，赶紧。我有很多蚊子吗？哇 ，private pool， 然后有个水床，哇，棒棒！嗨，乐宝还在拿杯面，然后好了，我要进来了。乐宝，你在干嘛？你这么饿吗？你不是刚吃完东西吗？好了，来吧。你不要进，再进进去吗？再进。嗯，好。哎，他给我放光了。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？铺。Indoor 的铺。Indoor 的铺，那个窗帘很神奇的，那个窗打开就是。然后那真的是把乐宝吓哭了三次的鸭子。然后这里是两个洗手池。你怎么了？你饿啊，哥哥？然后这里也有个洞，就回到房间里面。哇！然后这两边是那个衣帽间。走了，老板。这里有个 toilet， 厕所都是有花洒的。嗯，对，我见他们都是这样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对啊。我一直拿，以为拿来洗厕所的。屁屁的。拜拜了，走了。然后看看那这个
要不你过来看看这个路很亮的。哇，好了，介绍完豪宅啦。差不多了。太呛了，你可能昨天晚上。好了，爸爸。有这么饿吗，爸爸？我想唱那个什么，这个世界总有人，忙忙碌碌寻宝藏。辛拉面你也想吃啊？对哦，哇，很漂亮，是啊，很漂亮。那爸你在干嘛？你想吃哪一个？哪个是你的？两个都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快了，有灯了，是吧？真的。不吃了，明天再吃了。你今天已经吃了好多好多东西了吧？贼搞笑这个小朋友。嗯，谢谢。分你一个，对不对？妈妈吃一个，然后分你一个。